小鹏，我们要走了，走了。组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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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重发状况，为了确保安全而为女士在这儿委屈一下。这里不行。为什么？这里又冷，又那么潮湿，加上顾少尉大病未愈，绝不能待在这里。而且男女混居，不太方便。只是暂时的，火灭了以后恢复正常，一切照旧。就这样吧，林少奇。 起火后的9分钟，第一个窗户亮起，也就是这里。在第11分40秒，第二个窗户亮起。可是此后，就再没有其他的窗户亮灯了。这也就是说，这5个人里除了金生火，其他2个人很可能已经……潘先生，您是不是太过于悲观了？火起仓促。 没准有人还来不及开灯，就已经跑出去了呢。这种可能性极低。从起火到第一个窗户亮起，足有9分钟。在这期间，看押他们的士兵和特工，早就应该赶到这里。而且，为了防止遭到看押对象的袭击，他们绝不会不开灯就进入房间的。那就是说，5个人当中。 只剩下2个人，潘先生，您能不能推断出剩下的这2个人都是谁？剩下的2个人，其中一定包括李宁玉。如果李宁玉死了，或者嫌疑已经被证实，那么调查自然会结束。李尚孝还活着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仅知道李尚孝还活着，我还知道。 另一个活着的人，就是我的女儿。
人走，有个消息告诉你，也许他可以代替我保护你活着出去。那么顾先生，您是怎么推断出桂千金和李宁玉就是活下来的两个人呢？是金生火告诉我的。金生火？是啊，金生火这个间谍中的顶级官僚，最善于玩弄人心，揣摩人性，争权好事，所以自然也就对官场上的规矩细节最为计较。五个人中，他的军衔最高，资格最老。金处长，条件简陋点，多担待。牢房而已，何必铺张？理所应当的，住在最左边较大的一个房间，也就是靠近楼梯口的这个房间。这个房间一直没有亮灯，也就证实了我的推论。紧靠着金生火房间的，按照级别排序，应该就是吴志国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张司令的心腹白小年，这取决于那位王田香王处长是更害怕张司令的拳呢，还是更忌惮吴志国的枪。吴大队，请。我觉得应该是吴志国，剩下的李科长就按照军衔高低排下来，中间的是李宁玉，白秘书，然后是白小年，最右边住的是小梦，所以第一间亮灯的是李尚孝，第二间亮灯的是小梦。可是顾先生，从图纸上看，最左边的房间和最右边的房间都是一样的，也都是大房间，而在这里面，顾小姐的军衔又是最低的，您是怎么断定这房间里住的不是其他人？安排房间的是王天香。顾小姐，请。这是你的房间，龙山大佐专门为你选。王天香趋炎附势，一心想要讨好顾船王和桂千金，自然会把最好的房间留给顾上尉。先生，既然小梦和李上校都还活着，那您赶快设法营救他们啊。顾先生，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发现？13分钟，我的女儿就算是再愚钝，也不至于火烧起来13分钟还不清醒。先生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她受伤了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暴力救援就更没有胜算了。真要让山火烧起来，老天爷都救不了了。大佐，我做主了，给所有的兄弟都加了半个月饷。大佐，我不会是自作主张了吧？王处长辛苦了。大佐，我觉得这场火起的有古怪啊。怎么不怪了？这火应该就是共产党放的，他们想趁着咱们救火的时候忙中出错，好趁乱把人给救出去。可惜啊，大佐您安排的太周到了，兄弟们呢反应又迅速，根本没给他们可乘之机。可是对共产党来说，这毕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，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放弃了呢？应该也许是他们
发现人被转移了，强行营救难度太大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李宁玉他们从东楼转移到西楼前后只不过几分钟时间，酒庄外的共产党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如果连这种消息都能泄露出去，那只能说明王处长的弟兄里面已经有了共产党人。大佐，大佐，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也许是共产党根本就没想营救老国人，也许他们只是一种试探。因为他们知道酋长里面死人了，但无法确定死的人里面有没有老鬼。金生火死亡的消息已经严密封锁了，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是啊，是啊。虽然只有他们呼出的气息能传出去，但是酋长外界的人依然能捕捉到酋庄里面的风声。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。好处？一样能把我的风声传给那场山火之后素未谋面的对手。大火已经扑灭，让二位受委屈了。起来吧，大祖吩咐了，送你们回去。这地方又潮又冷的，何况小梦你身子又弱。不敢，在东楼又是毒又是火的，还不如在这个牢房里更安全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想杀我们哪里都能杀，犯不着赌气给自己找苦头吃。小梦回去吧。可是我一个人怕。顾少尉现在身体虚弱，昨夜又受了惊吓，就让他暂且住在我的房间行吗？大佐，隔离审查期间这恐怕不妥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好了好了，情况特殊，那就暂时住在一起吧。是，别着凉。送佛送到西，传送来了，希望你们相处的愉快。玉姐，你对我是真好还是假好啊？你干嘛问这个？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，人的反应和感情是没办法隐藏的。
当秋庄着火的时候，你跑来看我的眼神，让我想起了我妈妈。你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？民国21年，在上海被流弹误伤。21年，玉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母亲一定希望你平安回家。我对你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你都放心，我不会害你。没头没脑的呀，到底在说些什么？这段话很重要啊，至少说明了顾小梦对闵宁玉不是完全的信任。他的中毒事件没有主动找闵宁玉去串谋，那就是确定老鬼是闵宁玉了。证据呢？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女犯人的手段，只要您同意，我保证用不了半天，我一定给你找出证据来。别忘了，李宁玉可是波杰二代恩尼格玛基的功臣。功臣怎么了？只要他侵犯了大日本皇军的利益，功臣也得杀。嗯，我没看错你，王处长，你确实是个聪明人呢。聪明谈不上，只不过从来都是对大日本帝国一片忠心。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王处长。不敢，您说。情报部、特高课、特务机关之间的关系，想必王处长知之甚深。李宁玉破解了二代机，是由情报部向总司令部申请的嘉奖令。试想，如果像金生火那样，我在审讯中误杀了李宁玉，而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，情报部会怎么对付我呢？可是李宁玉实在太狡猾了，如果不对他用上特殊手段，他不会露出马脚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动用特殊的手段呢？昨天那场古怪的大火，为什么要把他们和吴志国关在一起？说，老鬼此时最关心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活着离开酒庄。王处长啊，你太不了解共产党了。我敢保证，老鬼此时最关心的是他们整个组织的利益，也就是黄雀的身份。果然有窃听器，这说明吴志国在囚室里给我的情报很有可能是真的。龙川透露，那件是1年前潜入你们系统的，祖籍杭州，负责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一带的情报传递。有了这些关键信息，很容易就可以排查出黄雀的真实身份。只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，黄雀必死无疑，包括老枪在内的整条情报系统也就安全了。安装窃听器都是龙川飞院设下的预谋。
首先，这一次不是四十三分之一，而是百分之百。他在与我对赌，看我是否有勇气和他打这一把明牌。像李宁玉这样的狡猾的大鱼，他能上当吗？迟到了两分钟，这对于一个特工而言是一个严重的失误。那个老鬼什么时候才能抓到？上次那个人就跟在我的后头，枪子是擦着我心脏穿过去。跟踪我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查清楚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不过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既然是在跟专攻地下党接头的时候被人跟踪，那他们应该是军统或中统的人吧？老鬼抓不到。跟踪我的人又查不出来，照这么下去，老鬼死不了，我先被人揪出来了。这么沉不住气，真的不应该做一名特工吗？不劳烦你教训我，我和你之间只有交易，没有命令与服从的关系。既然你这么着急要抓住老鬼，我倒是有一个计划，但需要你的配合。如果计划可行，我愿意配合你。你只需要做两件事：第一件，再次指令老鳖进入酋庄和剩下的三个人接触。上次你摆的那场鸿门宴，他都已经蹭到桌子上来了。那几个人不是一样无动于衷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次他们获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，如果老鬼在他们当中，他就会不顾一切危险和老鳖接触，如果没有接触，那只能说明老鬼已经死在了那两个人当中。什么重要情报？是有关我军近期军事行动的重要情报。那第二件呢？很简单，你向你的上级提出请求，要求老枪在三天之内营救老鬼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已经两次申请重建情报通道，由我来取代老汉，都被拒绝了。如果我再提出由老枪营救老鬼，一定会受到怀疑。我已经快暴露我的身份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在要挟我。要挟听上去太粗鲁了。我是在提醒你，你我之间的交易一旦被泄露，后果你是无力承担的。你就是一只魔鬼。不过，我也提醒提醒你，你的秘密比我的更致命。那好啊，那就让我们把交易继续下去吧。毕竟，你也希望尽早的捉出我，是吗？那两个任务可以试一试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说吧。老鬼抓到以后，我要回家。嗯。第二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帮我找到弟弟。怎么，你想反悔？不，正相反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找到你弟弟的线索了。真的？他现在什么地方？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？你放心吧，
不管此次行动成功与否，我都会安排你们兄弟见面。怎么，不为此庆祝一杯吗？魔鬼的酒，我敢喝吗？看我画的像不像？我觉得狐假虎威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错了，应该是狗假虎威。你这个顾小萌的嘴太挑了。无聊，你怎么乱动我的东西啊？不是，玉姐，我是无聊吗？你看，金生火、白小年都死了，吴志国还被关了起来，只剩我们两个了。你说，这日本鬼子是不是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五个活着回去？闭上你的嘴，该吃药了。玉姐，我病都好了，不用吃药了。如果真的好了，你就该回你自己的房间。玉姐，今天几号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应该是我25岁的生日。你的生日？嗯。生日？还真的就是今天。王处长，你又要为你的顾大美人操心了吧？没有，大总，我全都是为了工作，那履历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你想怎么清楚？没想过。只要你不是要求马上出去，他们应该会答应你的。算了吧，我就没打算过25岁生日。什么？因为我就没打算活过25岁。你胡说什么呀？玉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非洲猎狮的事情？我爸爸跟我说，我是天生的冒险家，如果生在航海年代，我应该呀是一个纵横大洋的女海盗。那你的梦想不难实现呀，你的父亲不就是船王吗？可是如果在爸爸的船上遇到再大的风浪，都不配成为一个冒险家。有盾牌保护的甲板是不会出现死亡的舞会的。你所谓的热爱冒险，就是为了满足你对死亡的好奇心吗？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。第一次读到 Thomas Lawrence 的这句序言诗，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罗兰夫人、玛丽一世、安妮·柏林，这些在时代变革中最杰出的女性，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，并不是因为她们引起的变革本身，而是因为她们有勇气与死亡为伍。你真的这么想的？我干嘛要骗你啊？那我就要向你道歉了，上次
你还说自己是个天生的冒险家时，我还评价说你是个疯子。看来我错了。我就知道，这样的疯话，也只有玉姐你能听懂。是啊，我都听懂了。所以，你不是疯子，只是你太年轻、太无知了。你以为死亡只是法式点心上的糖霜，华装彩服上的衬布，让你这样的千金大小姐日子过得不那么无聊是吗？错，错在太无知了。没有几个人会享受到断头王后的荣耀，可以在落下的刀光中最后回顾自己的美丽。死亡是什么？这几天你应该看到吧，是精生火内啊，一生所求皆不可得，是白小年内啊，八面玲珑却逃不出别人的算计，甚至像无知国内屈辱肮脏无比痛苦又看不到尽头，跟你那些浪漫的诗句穷极无聊的幻想毫无关系。可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无知，我穷极无聊，我愚蠢的找死，就连我爸都支持我进入剿总司令部，而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李科长，对不起，交往大忌，情浅言深。现在想想，我跟你的交情确实并不深。我还说这些话，想要你来理解我，所以，我该向你道歉。小梦，你爸爸他。他不阻止你，也许他希望你身临其境，能自己醒。可是他一定不希望你为此付出太多高昂的代价。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希望你能平安度过25岁的生日，还有26岁到30岁。那太丑了，我才不要呢。啊，玉姐，你说在这个鬼地方，要想过一个生日，也不太可能了。我答应你啊，今天晚上，我给你准备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。什么呀？不告诉你。可算说到正题了，李宁玉会送什么礼物？庄雅的话已经结束了，像这样的心灵倾诉，王处长是听不明白的。或者说，装不明白。大总，我真不明白，我是真不明白啊。好。那我们就忽略这个话题。我想知道王处长给顾上尉准备了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？不，我要是准备的话，那咱们窃听的事情不就暴露了？这个小谎言难不倒王处长，更何况我也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顾上尉。我要在今晚的生日晚宴上请到一位特别的客人到场。谁呀？顾会长。不，老鳖。如果今晚能调出老鬼的话，你那位顾大美人不就能洗脱嫌疑平安回家了吗？是，
那我马上就去。王处长，大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如果你死了，想在你的墓碑上刻些什么呢？你不要多心，这是刚才顾小梦那番痴人说梦引发了我关于身世的感想，想听一听王处长对于生死的态度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希望我的墓碑上能够刻上这样四个字：忠孝两全。忠孝两全。王处长不会不知道贵国的同胞该怎样评价你这样的。大佐，都是愚人之见罢了。我王天香效忠皇军，就算有一天陨身不续，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。我的墓碑真能刻上这样四个字，那才是最高评价的。那家世头衔呢？出身草莽，何来家世？效忠皇军要什么头衔？不对吧？令尊曾被家乡的父老乡亲推举为道德复兴会的副会长，其级别应该相当于副县长吧？好啊，你不用多想，同为男人，我只想提醒你，像你这样一个连墓志铭都要弄虚作假的男人，是万万配不上顾上尉这样的女冒险家的。自然，自然。忠孝双全，哈哈，忠孝双全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忠孝双全，嗯嗯嗯嗯。已经连续两个晚上，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。顾先生，难道你一点也不担心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两位女士住到一起了。您是怎么推断出来的？我这个女儿啊，夜里喝水总要开灯。那您又是怎么断定我妹妹也在房间里呢？那就更简单了。每次都有人在把灯关上。顾先生，您看的是今天的外汇汇率吗？是啊，这一升一降啊，就是天翻地覆，家破人亡啊。哎，赵小姐，今晚黑市上美元喊到了多少？4072，先生。日元呢？237.6。怎么了，先生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得马上给渣打银行打个电话。潘先生请用餐，不必等我。有些人